谢谢啊。嗯，看见你们大伙儿我就开心啊。是啊，嘿，嘿，大哥啊，那是嗨，啊，受累了啊。嗯，啊，请摇号。嗯嗯，因为排斥有个先来后到，你排在他后头啊。你看看，你是第一个。说相声说的就是个人缘儿，对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不假。就是您各位捧我们，是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了啊。好，好。今天是开张第4天了。对了，真快啊。可不嘛。哎，你瞧啊，嗯，这马路对过还站这么些人。啊，这真是有好几百。特别感慨。嗯，头一天开业的时候，我说门口还不得好几百人啊，人家公安干警告诉我了，嗯，将近4000人。好家伙。啊，这是惭愧的都不行了。是啊，这屋子又小，大伙儿又进不来。嗯，你说这怎么弄啊？挂票不现实啊，啊，那是玩笑啊。其实呢，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。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，倒霉就倒霉你们身上了。我们是相声的小学生，哎，就是啊。当然，这小学生头发都白了啊，那也年纪小。我认识他那会儿，他不是这样的。那咱们早啊。我们俩真正的发小，打小一块长大的，还真叫发小了。和那会儿那小时候那个可嫩了，那时候年轻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儿。您也是掐得太使劲啊，特别可爱。哎呦，谦哥，自一会儿好点哦，好，掐在水龙头上了，嗯，特别好，嗯。现在你看看 啊，土埋了半截了，真得这么说，您别乐啊。土都埋到眉毛了，那叫半截儿啊，那个多半截儿啊，多半截儿都得过了。你就玩命睁眼就把土弄下去，不行，没那么长睫毛。哎呀，希望您得好好的。哎，谢谢你们哥俩在一块儿啊，嗯，多半辈子了，真得这么说。有他在这儿，我就踏实。哎呦，您这儿捧我，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没有什么艺术，我郭德纲的能力在相声舞台上只占10%。哟，那那9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，把他们都算在里头了。这好多人都指责我，你那个相声实在听不得。怎么呢？天天的离开于谦他爸爸就活不了了，天天说于谦的媳妇儿。嗯，你看人相声界那么些老艺术家、老前辈，谁在节目里边提过于谦的爸爸啊？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？我很感慨啊！我从小我就说相声。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哦，捧哏10年，谁在桌子外头谁说我也说吗？天天的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大爷，郭德纲他舅舅，郭德纲他们都这出。哦，没有办法，那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，这就是角色。你们可能觉得于老师很委屈，啊，你们是没看见后台分钱是乐得都不行了，你们提这干嘛呀？他应的就这功。那倒是，就跟演电影似的，他就管这叫爸爸，那就是跟两口子，这俩人一被窝睡觉，那都是假的呀。可不吗？你们老以为我一说谦儿嫂，你们就以为快害臊了。谁以为呀？就是他们，可能是从你们角度可能觉得啊很般配啦，或者恩爱啦，是这，但其实不是。还抹不丢的，怪臊的。您别客气了，啊，没少说，那都是假的，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包括我台上，我可能有时候，哎，于谦他父亲如何如何，啊，台底下真见着人家老爷子呢，我能那样吗？各位呀，啊，您得尊敬，啊。那我见他父母跟见我爹妈那是一样的，这话不假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这是老话吗？那个人家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？怎么不能开玩笑吗？他就拿他母亲来说，啊，你们是没见过那个老太太，是慈祥和蔼可亲高素质的一位老太太。哎，天天骑个笤帚上班去。好，我们家老太太哈利波特是吗？
你看，你看，打你这儿就开玩笑。谁开玩笑？谁骑着条上班去？要尊重，尊重。啊、老太太老带一条到单位，先给扫地扫干干净净的。那就不就是大法师那个啊？嗯，一上家去，每次看见老太太，我就亲的都不行了。就和蔼吗？哎，头发呀、啊，反正花白了，岁数大了，梳的可整齐了啊，还戴一个那个老式的发卡。头发长，戴个金丝边的眼镜，啊，老拿一本书，看书，那个文言文的竖版印刷的那个书，老书了啊，戴着花镜，还得拿一个放大镜看，呵，就这么认真做学问啊。每次我一去都是，嗯，老娘，啊，我看您来了，多客气啊，这这回头瞧见我就乐了啊，把书放下，好，哎，眼镜摘了，是拿过一个书签来，嗯。别好了，嗯，怕找不着这片儿，这按部就班，就这个老太太慈祥高素质细致，放好了才回头，是吧？有、哎、怎么了这是大官人您来了？什么大官人有日子没来了，这话说的我那天还念叨呢，是吗？你住小王八蛋哪儿去了？这都什么话呀？就是上哪儿勾着大娘们去了呢？嚯、高素质，别说了，大法师，这勾搭大娘们这还高素质呢，大法师哪儿叫大法师啊？他们老爷子也是这份的，啊，老爷子原来是银行的行长，哦，在银行工作，哎，就是那个儿童银行的行长。我这听着怎么那么耳生？儿童银行，对，就存零钱的地方，啊，就专存钢镚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尽职尽责。那有什么可尽职尽责弄兜子钢镚去？你看，每天吃完中午饭啊，老爷子在银行就是退休之前那会儿啊，啊，每天午饭后一定让员工们进行反恐训练。就存一兜子钢镚有什么可反恐的呀？哗，来一帮人蒙着脸端着枪，哗，抢一兜钢镚，这好，国家损失十多块。也就损失十多块，那个一毫也不能丢，啊，也得练。每天上午营业，中午大伙吃饭，吃完饭，老头一看差不多了，哦，那个，哎，好，各位员工，咱们要开始反恐训练了啊！哦，那每天反恐就是有坏人进来，我们要马上先及时的卧倒在地上啊！是啊，哎，不要暴露目标。好，现在开始啊！怎么训练？赵姐，啊，来，你躺这儿来。啊，那个，那孙姐，嗯，上这儿。哦，刘姐，你躺这儿，对对，我躺你们当间儿。你起来吧，你这叫反恐，这叫臭流氓，这躺到下午五点半，睡的时间还不短，是吧？啊，这才起来打磨打磨图，哎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啊，就这份尽职尽责。啊，这倒这叫尽职尽责。说句良心，我是就这老两口子，我爱的都不行了。您这也当榜样那么学，那我就爱上他们家去。是啊，爱他们上那吃个饭呢，聊个天儿。哦，老太太做饭好吃，啊，这炒菜有手艺。你看你他妈炸那个羊排啊，哎呦，我都不能说怎么样。他们老太太炸那个羊排那个口感，哎，啊，就跟炸素丸子似的。羊排弄得跟素丸子似的。嗯，哦，老太太弄那个炸鸡，啊，还跟素丸子似的。全跟素丸子似的，老太太弄那烧鹅啊，那跟炸素丸子似的。好家伙，老太太弄那炸素丸子怎么样？我不爱吃炸素丸子，那就是不怎么样。这个，哎呀，羡慕这一家人和睦团结，啊，那家是不错，恩爱幸福。嗯嗯，哪儿都好啊。他父母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，哟，有什么遗憾呢？没有儿子，那倒是。每个家庭都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委屈。我们家这不存在，你等会儿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父母有一遗憾，没儿子。他要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打你们家来的。废话，这个我可能是没说清楚啊。啊，我说没儿子是刚结婚那会儿。哦哦，您就说我之前，哎，对对，是，啊，这是后来才有了他。对，那倒是，是那会儿他还不知道呢，这些事儿多新鲜，没我呢。你这个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其实那会儿他爸他妈年轻的时候，恩爱是恩爱，是，但是一直没有孩子。哦，老爷子心里不是滋味，难过啊。这后来他们念叨说，那会儿他爸爸天天坐屋哭，还哭呢。啊，老头坐在屋里边，哗，这是哭啊？你看怎么就哗，这尿了，这是。
倒霉倒霉你身上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这动静不对啊，就是难过呀。你瞧这姿势，没有孩子啊，没有儿子，这是我爸是我妈呀，这个。哎哪怕有个洋白菜也是好的，没听说过，那管用吗？没有，这着急啊，着急啊。嗯，老太太那会儿也年轻啊，是啊，对吧？嗯，一看她哭，老太太急了，是吗？啪，把门就推开了啊！怎么了？哟，你们要哭啊？他爸爸也委屈啊，还不让人哭吗？啊，我爸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看我这样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嗯，老两口子长反了吧？这个。不是，老头是情绪在这压抑着呢啊！啊，你看我到现在，咱们老太太那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火光冲天呢，有点释放出来。哎哎哎，嗯，这个解释好，不像话，嗯、您这就是着急。老头，你到现在没有孩子，你让人都笑话、啊，人都还咱俩没孩子。咱把这兰花指去了，成不成？一大老爷们儿啊 啊，人都孩子没孩子，别扭的了。这还是加上手势好，就说事儿啊就行了啊。老太太气坏了，嗯啊，没孩子。你说茬呢是怎么着？你说怎么办？呵，是不是？哎啊，行了啊，怎么那么些零碎儿啊？就是老两口子，就因为没有你啊，着急啊，那是着急。这万幸啊，万幸这里边有一好人，谁呀、啊？我舅舅。你舅舅怎么成好人？我的亲舅舅啊，跟他父亲是好朋友，叫莫逆之交。老上家劝来啊，劝什么呀？一进门就喊呜，嚯、就跟那儿一样，就劝呐、啊，因为我父亲跟你舅舅莫逆之交，就是关系好啊。别着急呀、啊，啊，不着急。哎，你这着什么急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有苗不愁长，他不是没苗吗？现在对呀、啊，没苗咱拔苗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拔苗助长吗？不是，你有什么主意？你看天津北京河北各处有这么多好大夫呢。哦，瞧大夫对不对啊，咱们就瞧去啊。哦，问问人家大夫怎么办呢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老头说那我这天天还有工作呢。啊，我哪有时间带你嫂子出去上医院呢。嗯，我舅舅乐了。是。我来啊。他带着去。我带着去啊。哦，那怕什么的了，交朋友，交我舅舅这样的。有担当。好，雇一车。嗯啊、天天打，带着你母亲这儿去那儿去，哗，山东住半个月，北京待半个月，天津一个半月，那么长时间，哎呀，就整个大概一年多，啊、满处去回，我舅舅累得都没人样儿，啊，好家伙，脸煞白呀、啊，啊，就是交朋友这份心，就那么尽职尽责，嗯，说的那么慎的，那错不了啊。哦，就这样怎么样，还是不行，你看还是不成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最后我舅舅出主意。出什么主意？说实在不行咱们这样吧，啊啊，北京西边啊啊有一个妙峰山，有人家没孩子的都上妙峰山拴娃娃求子，对，找老娘娘。哎，那儿供着那个碧霞元君，没错。老娘娘那庙里边好多小泥人泥娃娃，嗯嗯，拴一个回来啊，也许这个来了呢，孩子就有了，这图个吉利，去吧，那就看看吧。你父亲把工作也都辞了，哦啊，然后我舅舅安排好了，是带着两口子直接的奔妙峰山去求子。哎呦。道上没什么可说的啊，就是鼓励他俩人呗。啊、哦，还鼓励呢？按说是四月初、啊，四月初的庙会，他们来的时候是三月底，干嘛那么早去呀、啊？心要诚啊！哦，是啊，抢烧头一股香，你瞧这虔诚啊！眼瞅着来到了妙峰山啊，山上面就是，请吧，上娘娘庙，请吧。你爸爸胖，这是他爸爸跟我这个头差不多，知道吗？不用拿你比划，你就说胖啊！我跟他爸爸差不多了，再翻过来比啊，不重要啊！啊，弄着上去吧。嗯，我舅舅这儿伺候着，是嫂子来走上山伺候我们。哎呀，无微不至。嗯，搀到山上，到了山上先找人这庙里那和尚，啊，其他的香客都别让进了啊！哦，我们要烧头一股香，这也有势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多给钱，没错啊。嗯，求您给我们这儿敬山，哎。还敬山，敬山就是一个外人不许有，
哎呦，这多大势力，厉害了，这又得有钱又得有势，没错啊，就等着、一直等着你父亲上山来。嗯啊，怎么样了？啊，老头累坏了，他胖了，爬山累，对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安顿好了没有？你等会儿，你这是爬山来的还是游泳来的？这是爬山吗？王八精的，这是。哎呀，行，你不，你别学了，你我就说都安顿好了啊，安顿好了啊，是您那个就等您了哦，您喊一声，咱们就进山了哦。你爸爸高兴，好，哎，喊，我要进山了，我努力。什么呀？你等会儿吧，我不害怕。废话，什么叫不害怕呀？什么呀？你喊清楚了是进什么？进山了，对，你喊进山了，上来喘啊，喘累。累你别吃字儿 啊！这山上没有闲人了，啊，真是没有闲人了。哦，把您母亲请到庙里边去。哦，老和尚这儿念经。哦，这是求子经。哦，道长成就，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门。嗯，太下海中降圣号，快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金关山有色草喇嘛，溪亭水生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可以了，什么呀？哪儿啊？就可以了。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爷呢。哎呀，喝了。巴扎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什么都有啊，这里头我哪会去，我就说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你不用学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，是是是，哎，这儿念着啊，哎，母亲跪在老娘的面前啊，嗯，老娘娘在上，嗯，小奴家在下，呵，求您赐我们一子啊，这作死来了是怎么说，怎么赐我们一子，哦，老娘娘在上，求您赐我们一肚子子，嚯，没听说过，不是，怎么着？就义子，一个，就赐我个义子，义子不是干儿子，干儿子呀？怎么到此一说？就赐一孩子，好像刚给我来个孩子吧，大俗语，巴扎嘿，又来了，跟老和尚学的，哎，这站起身来，哎，开始拴娃娃。哦，要看了。所谓的拴娃娃，就是很多小泥人儿是在庙里边摆着。哎，你找一个哎对眼缘的抱回家去，这叫缘分。哎，过去咱们天津卫好多都上那儿拴去。哦，啊，也有的上咱们那个现在古文化街娘娘宫也要上那儿去了。是是，但是上妙峰山去的人最多，这是北京人去的多。哎，这儿一瞧，嘿啊，这儿有一个娃娃，你妈一眼就瞧见了，就喜欢他。这娃娃太漂亮了。是啊，叼着烟卷，攥着酒瓶子。还一脑袋卷儿，这我还随他，你看见你妈乐坏，你说这是个树吗？玩意儿这是啊，不认识、啊，太可爱了，有意思、啊，就是他了，哦，就是他了，嗯嗯嗯，抱着回家，哦，到家之后啊，嗯，没有多长时间，老太太就怀孕了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可你这玩意儿，你说啊，好多事咱说不清楚。对呀、啊，人对宇宙的理解是5%，这还是多说。可不嘛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咱很多是科学无法解释的。哎，您就不明白。你不管怎么说，慢慢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啊、肚子越来越大。哦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就真生了。您就落生了，就是我聪明啊，是吧？好家伙，一落生，一脑袋卷毛啊。卷着就出来了，呵，小胖手啊，小胖手什么都没有哦，哎，会吃手啊，会吃手，呵，吃手，那是吃手，还抽烟的姿势吧？呵，老太太说就是他，他认识，我在山上看他就是这样，拴的就是这个。我说太棒了，嗯，这他我爱呀，还是喜欢这个。最要紧的事情是发生在后来，后来怎么了？嗯，半岁左右，嗯，于谦就会说话了。
那我说话够早啊。有人说这不叫事儿，有的是那个五六月七八个月孩子会说话的，是是，那个就是喊个家大人呢，吃啊喝呀闹啊那种说话。我呢，你是流利的对话，我半岁就能跟大人流利对话，半岁那是真聪明。好家伙，没有不说的，全说，跟你矫情讲个理儿啊，串闲话全会。我是跟哪大娘们学的呀？我这是，我怎么还串闲话去？太棒了！大伙说这孩子是个神童啊！是啊，是个神童啊！哦，哟，喊你妈喊的那个甜呢，叫人就是一样。嗯，不喊你爸爸，哟，这怎么还不喊老头？从来不喊，不叫人，一句都没喊过。哎呦，他爸爸难受，那可不嘛，坐在屋里掉眼泪，又哭了，又来了。就我也不是滋味，可能得把这毛病改改就叫了。不是，咱们不要这首饰了，行不行啊？啊啊！咱们咋这么大岁数了？别这想了，非得拧着是怎么着？命里无儿莫强求。哎，这么说话挺好。有了儿子，他不喊我，就是不叫人，不喊我。嗯，你过来啊！哎，别抽烟了，过来。行，嗨，半岁就抽，站在这看着他爸。啊，他爸爸。我是真喜欢你，我也真稀罕你啊！你就你得你不叫爸爸，我心里受不得这个啊！你为什么不喊我呢？是喊你，怕给你喊死。怎么还能喊死？天下还有这个事儿啊？哦，叫一声爸爸，我就死了。嗯，那你喊吧。嗯，不能不喊，不喊喊怕把你喊死。你瞧，这孩子瞪眼说瞎话啊！哦，一喊能喊死。把咱家那厨子叫来，叫厨子干嘛呀？叫厨子来了啊！厨子进来了，大胖子啊！嗯，什么事儿？谦儿啊，这是咱家厨子啊！是是，这个王胖子啊！嗯，你叫王叔叔喊，啊，这样叫他王叔叔。嗯，你看这王胖子，哎，啪，怎么了？躺下就死了，真喊死了！你看这玩意儿，老头不信呢。啊，这信了没有？太胖。心脑血管不行，哦，猝死，把咱家管家叫来，再叫一个管家进来了啊，大高个晃晃悠悠的啊，嗯，什么事您？嗯，这是那个咱家那个赵大爷啊，嗯，喊赵大爷，喊吗？赵大爷，嗯，赵大爷，别死了，一口鲜血，咣当就躺下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你爸爸眼泪哗哗的，这回信了，喊我，啊，喊我。都一喊就死，还喊喊一声爸爸，我死了我也知道，就这么较劲，死之前要听你喊一句。哎呦，谦儿不懂事儿啊，才小，刚刚一岁，是一扬脖，爸爸，真叫，再听着，啪咣，死了，你爸爸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哎，你爸爸没事儿，少来这套，没死，正说着呢啊。一开门，我舅舅进来了啊！我舅舅脸色都变了啊！嗯，别喊，千万别喊爸爸呀！千万别喊，别喊，别喊！你爸爸急了，喊，再喊一句，啊，再喊一句啊！这还接着喊，再喊，嗯，小孩不懂事啊！啊，爸爸，啪！我舅舅也没事儿。哦，哎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妙峰山死一和尚。哎后来呀，这个别后来了，这玩意儿还有上下本呢，您这啊，这都是瞎说啊。嗯，传统节目，对啊，拴娃娃，嗯，也叫妙峰山，也叫高山求子，对，好几个名啊，嗯。这个打清朝就有这段相声，那不传统吗？只不过每个人说的时候有调整不一样。对啊，我这个可能借鉴了一些个余家的真事儿啊。什么真事儿？又来了，又不承认了？哪儿有啊？回天津演出高兴吗？好啊，她是天津的女婿，对啊，媳妇儿天津人，是家里有钱，嗨，咱们倒有钱，主要是岳父岳母有钱，那边还行，还行，日子不错。就是我不知道您哪位是老天津卫啊？啊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天津最有钱的是八家，对，叫天津八大家。哦，你看杨柳青那十家大院了吗？啊，其中是有他们，对，十家。嗯，卖茶叶郑兴德，嗯，木家
是，还有海张五，就是易兆林张家，嗯，就类似这样的八家大财主。您说的哪都是大财主，就是八大家清朝，嗯，要现在来说有钱的人家，嗯，就得有他岳父岳母。现在他们能排在里面？哎呀，不次于八大家，是吗？岳父岳母五大家。知道吗？啊，能排在里边。对，胡黄白柳灰，我还没听说过五大家。您说的不叫那神仙？哎呀，有的是钱。你想，天津城里边各大买卖、各大公司都是他岳父岳母的。啊，有买卖。好，早晨四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开门了。干嘛开那么早啊？卖茶鸡蛋，知道吗？茶鸡蛋，那能卖多少钱呢？这那垄断，是垄断，垄断茶鸡蛋。四点公司开门卖茶鸡蛋。哦，五点他岳母的公司又开门了，又开门了。这回好家伙，大车往外赶啊！什么呀？车里边都是那个，就是白色的那个吃的，还有个鼻儿。这是？哎，对，有叫手里高的，嗯。干嘛的？有叫手里高的呀、啊？那就叫手里高啊！一会儿他岳父公司又开门了。怎么还有豆根糖啊、酸沫糕啊、小枣什么这个那？这都卖小吃，小碗抹酱都有，就都垄断了。哎呀，那个钱挣的无数。小吃都垄断啊！当然，要不然能住那么好的房子？怎么个好法啊？他岳父岳母住的黄崖关，怎么上那儿去了？四合院盖在黄崖关长城边上，这多糟践材料啊！你看黄崖关呢，各位啊啊，到了蓟县还得往北去，深山老林28公里才到。好，住山里了，在那儿盖着七进的四合院。好家伙，四合院论进，一个院算一进。啊，两进的是俩院，三进的仨院，啊，七进四个院，好，盖山外头去啊，赶上故宫了啊，再会后花园的，那可倒真是讲究。那关键你想啊，这什么手里糕啊、豆根糖、啊、收摊夜里12点，是两口子往黄崖关那赶啊，哎呦，对吧？到家还回去、啊，到家洗把脸，收拾收拾，3点就得回来，4点茶鸡蛋就出摊了，是吧？多辛苦啊，这个挣点钱容易吗？对吧？哦，就赶着卖这个。那是啊，啊、哦，要不人家家有钱呢，这钱挣的也不易。你看啊，他们家岳父家里是仨闺女，还有功夫生孩子呢。你看，那都年轻的时候，就天天这么赶了这个年轻卖茶鸡蛋。当初最开始没孩子啊，他岳父坐在屋里边，你看到现在这还也没孩子。岳母进来了、啊、哎，对，行，我们这门当户对了，是怎么着？你看你净搅和我啊！废话，搅和有仨闺女呢。哦，他媳妇行三，啊，最小仨女儿。嗯，真真、连连、爱。好，这全是神仙啊！不是，你是看的《西游记》哈？多新鲜！您说的这就是《西游记》哎。你以后别看《西游记》就没事了啊！嗨、哎，这就叫这名。哎，就这么仨闺女。哦，哎，老大、老二其实都已经结婚了。哦，都嫁人了，哎，嫁就是老三。当初他进他们家门，好家伙，嗯，那个跟审臭贼似的，知道吗？女婿那肯定是这样。就他媳妇那会儿，你上家去见见我父母吧，也该着了啊。俩人弄带着水，带着干粮，然后就奔黄崖关那儿出发。对，这当野炊那么去的啊，走了好几天才到。是啊，啊，到了家一瞧，好，岳父岳母，哎，俩姐姐俩姐夫，嗯，大排宴宴，坐一大桌子，呵。啊，这丈母娘疼姑爷呢，真心实意是吧？这就是那抽烟喝酒烫头那孩子是吧？啊，这远近闻名了，快坐坐坐坐，来来来吃啊！是啊，哎，我给你包一个，嗯，茶鸡蛋啊，嗯、哎，哦，这好，这好，这有毛这一块，很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吃着喝着啊，今儿没出摊都卖我了，嗯，吃着喝着，老太太站起来了，嗯、啊，那什么，他大姐夫，你跟我出了一趟。叫大女婿，叫大女婿来跟妈出了一趟，干嘛？上后花园转悠转悠，娘俩人谈心，谈心啊！你看看，经常的得谈谈心，看看对我闺女好不好？哦，这也是来了解情况。哎、来跟妈遛弯去，围着金鱼池、嗯、啊，围这水边还有金鱼池呢。最近怎么样啊？两口子抬杠了吗？嗯，哎，你可不许欺负我闺女啊！哦，这说着说着，脚底一滑，呲溜咣当，咚，怎么了？老太太掉金鱼池里了。你看这不小心，大姐夫是赶紧把外套一脱，啪一扔啊啊，下去给老太太脱上了。哦，老太太高兴，好儿子，高兴了，不白疼，美了吗？给你买一辆夏利。说半天就买辆夏利，那是80年代呀，列位啊！你要说现在你觉得夏利不叫事，80年代呀、啊，
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私家车呢，就是啊，嗯、这搀着老太太回屋，嗯、老太太乐，你看我，哎呀，我又没留神，我掉了那全是水，是吧？哎呀，你身的水呀、啊！别脱了，你屋里换去不好吗？哦，换上屋换去，可不是？换完了出来，啊、坐在这儿啊，吃着喝着啊，是那个他二姐夫跟我出了一趟，你瞧，刚换完衣服就又叫人、嗯、啊，没这池子啊。还那儿啊？怎么样啊？最近呢？啊、嗯，日子怎么样啊？走着走着，呲溜咚，哎，对，掉水里了，不长记性。哎，二姐夫外套都没脱，是啊，跳下去给老太太举上来，还是脱起来。岳母高兴啊，这更好了。是怎么的更好了？外套都没脱就救我，急呀、啊！给、嗯、买个桑塔纳，你瞧这比夏利好多了。夏利强啊，是啊，这搀着回屋，啊、我又掉水里了，哎、想不到。你想不到你就别脱了呀、嗯、换一身干净衣裳啊，坐着喘口气儿。嗯，谦儿来跟我出来，你说这老太太不闲着，跟我出来出来出来啊。哎，围这金鱼池、嗯、怎么样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，工作如何呀、嗯、说着说着咚掉下去了啊。谦儿傻了，怎么我不会游泳，嚯，这可怎么办啊。老太太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这是沉下去了，淹死了，一条人命就没了。哎呦，老丈人给他买一大奔。一说一乐啊，你们出去也别传去啊，这个就不要传播这种东西啊，这怕什么呢啊，你不在乎。当个笑话啊，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。嗯，相声嘛，啊，对，大伙儿听完了，高高兴兴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没错，我们这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啊，有谦儿哥站在桌子里头，我就特别放心。您看，您要是捧我这么些年来对我是各种的容让啊，不敢这么说。哎，啊，我其实现在我上岁数，我也就老实下来了啊。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，我可淘气了。谁小时候不淘啊？我天天逗他。啊，他那会儿我印象很深，嗯，他那会儿有一辆那叫什么，那个凤头的自行车，啊，对对，还真有这么一个。现在可能提这个小孩们都不知道，没人骑自行车了，进口的自行车。我们那会儿谁家要趁这么一辆车还了得？那真跟有辆豪车，现在汽车差不多。那何止豪车，就如同在黄崖关趁一四合院似的。就别提这个，那不怎么样那个。哎呀，呦，谦哥这车太棒了，嗯，你借我骑两圈，嗯、摔着你。不给他说摔着我啊，其实是舍不得呀，摔着你真是舍不得。那我也恨得很，好，你少来这套，你怎么不怕摔呢？是吧？哈哈，那得了，嗯，拿改锥加卷儿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怎么着？把他车座子就拧下来了，啊、车座子，车座逗他吗？哦，哎，他一会儿出来摔着你，哎，你骑不？你看我的啊，骑上哎、嗯，出去各种忙忙一天啊，哦，忙一天，忙一天，哎啊，我还纳闷怎么了这是啊。哦、啊，连着三天，天天骑着走，骑着回来。哦，第四天这哥还给您吧。我是过完瘾才回来的，是怎么的？我这没坐着骑四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，我不知道，我还给您吧。啊，哎，又给他上上啊。嗯，看着表情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那是，啊、对，骑上出去，骑两步下来，叹口气。嗯，哎，没意思。嗨，对。就这么善良，这叫善良吗？这个善良、啊，对我是真好、啊。所以说他有一点什么事，我渴望心里去。咱俩关系好。这两天在天津，他可能也累着了。反正是不清楚。下午一段，晚上一段嘛。嗯啊，吃的又不丁对，昨天腹泻，你这肚子不舒服，坐着肚子，哎呦，给我给愁坏了啊！除了上场，剩下时间都在厕所。我就那扎在那儿了啊！你是怎么弄啊这玩意儿？嗯，我们来一朋友，我有一朋友大夫，嗯，坐后台跟我聊半天。哎，谦儿没来，我是来了，嗯啊，我来了。正说着，他打外边进来了啊，脸色煞白。是我这朋友看了他，你是不是腹泻？你瞧人大夫一看就看出来，你是不是从厕所刚出来？对了，对啊，刚从厕所出来。嗯，你把裤子提上。嗨，不是这因为。看面色看出来，就看臀色不正，没听说过。